麦跟着主人跑了。啊，跑了？跟着主人跑了。哦，快点回家。嗯，爸爸叫你。哦，那我们要快点回家看看吧。走走走，走上车。你完蛋了，肯定我爸就骂死你，说你不要给介绍我家的中国人了。没事的，正常上班嘛。三天不回家？三天没回家？嗯。晚上也没回家吗？没事，我没呗。啊，十点回来啊？这么晚？十点才回来。哎，哎。嗯。爸爸在哪儿？爸爸不在家吗？不用，后面呢？你有，你有啊？哎，你等一会，他说走了。走了，那我们现在去找那个中国人谈一下吧，看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快去问一下吧，这样肯定不行了。行，那我们去找那个中国人谈一下，走。嗯。二妹要不被骗了的话就完蛋了。不会的。我感觉到这个人来这边不是为了找助理的，有点不正常了。不正常吗？他公司在这里，我们到了，走。发现了，在里面。走，继续问一下，看他怎么上班的。二妹，你去哪？找你，爸爸找你，几天了？对，他说你每天都那么晚回去。没有啊，每天下班就回去了。你们在这里上班？我不在这里，在哪里啊？哦。你看你做什么工作，每天都十点才回去，爸爸问我很多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哎，摆这么晚，看我妈叫妹妹，你摆不过我。等一下，妹，还没下班。还没下班吗？算了，那个阿峰，这样，我今天请你一起吃饭，去吃个饭。嗯。就是他也到一个星期了吧，就是当时答应的嘛，就这几天回家的有点晚，他。行，那先请去吃饭好吧？我今天请你吃饭，先吃完饭。现在六点，回去你爸妈还不在家，回去再跟他说好不好？我吃饭这边好吧？你不要搞得太尴尬嘛。嗯，好，走吧。那行，那我请你们吧。没有没有，我请你。好好好，都行都一样，走。爷爷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们没什么的。嗯，我们走，我们去吃饭。不要生气了啊，开心点。兄弟们有没有感觉不对劲？看出哪里有问题了吗？吃完饭了，那我们现在去聊一下吧，去咖啡店，好吧？走，好。因为你看饭也吃了，我看这次你爸妈他们都生气了。没事的，只是现在二妹就是回家有点晚嘛，我们家九点就关门了，我爸就要等着他嘛，到十点了，所以他就有点生气了。哦，这样，我们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出去很多都是接一些老板，他们都是下午才起来上班，所以我们就是跟上事情呢就搞得比较晚。我上班了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嗯，这个院。你回去跟你爸妈他们都讲一下，是我跟二妹之间啊，不是那种关系，啊。我们不是男女朋友。嗯，以后啊，我们尽量让二妹早点回去。以后啊，不是一个星期我们说好的吗？对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也马上结婚了，二妹要做新娘，帮我们做搞一下婚礼，我自己要拍视频直播什么的。二妹，你怎么看？阿芬，真的很感谢你啊，你原对我的信任，感谢阿妹最近给我的这个帮助。没事没事，都是粉丝，我又是兄弟，都是湖南人嘛，老乡嘛，没关系的，我们能帮到尽量帮助，好吧？我是真的非常感谢啊，你们对我的理解，我今天呢，我们饭也吃饱了，那我就今天就这里了。嗯，阿妹，就跟你姐夫，回去了。回去？那先回去啊，今天先到这里好吧？这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改成这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的理解。没关系，其实没什么，只是他们家人那个啊，拜拜。